河北雄安新区大厨小王子开始制作炒菜，葱花爆香。我们这边一般找大厨都是找大厨小王子，他的买卖可多了。这是溜丸子的制作过程，你们看看都搁的什么，坐着啊，醋一勺水，两勺水，转点盐，转点味精、鸡精，半勺白糖。这溜丸子里边还搁白糖吗？要不这么好吃啊，该勾芡了。淀粉，他这大勺他为什么不弄个长板，都弄这么个小耳朵，不烫手。豆腐丸子，怎么样，这丸子溜达，这短勺是不是也得有功夫呀？一锅香油就算出锅了，搁点淀粉，出锅。这边还有分菜的，一般这个大厨都是一勺炒五盘菜，一勺炒五盘菜。你们那边一勺炒几盘啊？这丸子溜得行吗？有没有食欲啊？一看就想吃，我都爱吃大戏台上的溜丸子。完了，我给你们录了，到头了。